看来没力了。黄金梅利号，能能修修，哎呦，真的没力了，真的没力了，你是真的没力了，我以为你说说而已，原来你是真的没力了，很困啊，干你说我困了，我不相信的，你几点睡？睡一个小时而已，昨天到今天呢？对，真的假的？认真，你的肝还好吗？不好啊，所以我说你是有我困，那我们一起去验肝啊，我问你要说，那我们一起去睡觉。可以不要一起，不要约睡觉，可以不要一起嘛？那分开睡，那我们分开睡。碰，你负责睡白天，不要睡，我负责睡那个，你负责睡另外一个。碰，分开睡，就这样分开睡。那个都给你睡，各司其职，术业有专攻，真的交给专业的来。当然，我的骰子又不见了。对啊。然后我自己给我的，看你要几颗就有几颗。利用配音，积极的你，你这样子我，我这个要。气不好的时候有什么诀窍吗？没有诀窍，耶、yeah, ！靠，你很会留哎、欸，超想。三零一来一代表四台发财白底二花生台，对哦，差点就跟你同台三四，好强哦，很会留哎、欸，不听都招不花。银南牌姐，余影问说：“请问还没摸牌，但是不小心先断桥了，可以算自摸吗？在对家摸牌时断的，可以吧？好，有任何问题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银南牌姐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也记得订阅我频道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”